啊，这样子扩了。 间，那个 store 啊，厨房，后面全部有人住啊。 前后左右都有人住啊，楼上啊，天台是这样。 Master bedroom, master bedroom, 是这样的。 这边有 aircon， 啊，这地方也很大，是这样的。 这个是脚头的房间，比较亮。中间的房间 ，OK， 楼梯是这样的吗？ 这边客厅是很大了。